谁呀？放我下来！你干什么呢？啊？你以为我？家庭里压抑极了，烦闷透了，我没有力量去抗争，所以我就和他们作对，专门干一些他们不想我干的事情。所以我就选择了你。丹丹，你的这些心事以前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对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知道过。在你眼里，你只有你的妻子和孩子。对，你是一个好丈夫，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。一开始我喜欢你，确实只是闹着玩，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或许上次生病住院的时候，也或者是那天晚上你背我回家，我靠在你的背上，是那么踏实，那么安全，我开始喜欢你。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让你误会，请你原谅我。你没错，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，自作多情罢了。昨天晚上我去找你，抱着最后一次希望去找你，希望你带我离开，哪怕是我们三个人，你带上你的老婆，我们一起走，我都不介意。你说我多可笑。丹丹，你是个单纯善良的好姑娘，以后会有更好的日子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什么以后更好的日子。别这么说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累了，你走吧，我想休息会儿。丹丹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自杀的。或许你们都不爱我，但
但至少有一个人是不会骗我的。好吧。这是没多大的事儿，注意休息，很快就好了。子琴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大被捕了。谁被捕了？老大。啊！这，子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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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学长，这老小子命还挺硬的，子弹把肚子给打穿了都能救活过来，真是奇迹啊。抓了几个人？那个瘸腿的被抓住了，就跑了一个年轻的。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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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。局长，这小子什么也不说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怎么办？局长，那万一特工部那边来干涉，咱们……闭嘴！这是警察局。是，打！哈！让你们走，让着！好，兄弟们。
好的，到了。夫人，他公布的来电话说是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康子琴的表哥被警察局的人带走了，而且一起带走的还有个抗日分子。你不是说他表哥没什么吗？我这看走眼了，真没看出来。于四海来电话问你怎么办。什么都不办。哟，三儿，你总算回来了，这两个人在这坐一下午了。你好，我是警察局特务科的，在这办点公务，如果有什么打扰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。你们这是要抓谁啊？康子琴和她丈夫。啊，当然了，也不能说是抓，就是想请他们回去聊一聊。兄弟，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知道。妈，咱回屋。谢谢你啊，小姐。还跟我这么客气、啊？今天晚上我在这陪他好了。哎，今晚让我好好陪陪他吧。也好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开水，他渴了，你就喂他喝，晓得吧？知道了。范先生，这么晚你还没有睡啊？
我。你？哎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跟你打听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怎么才能见你们局长啊？你呀，杀一个人就能见到我啊？你说不定能碰见他呀！这件事你要是敢让别人知道，哎，不敢不敢不敢！醒啦！躺了多久了呀？你现在最重要的呀，就是要多多休息，晓得了。夏微臣呢？啊，他刚出去了，也没有讲去哪里了。近几日睡眠不好，心神不安，今天特来请教。在你来之前，我已经替你算了一卦。此乃解卦，地西南，无所往，其来复吉，有攸往，速吉矣。象曰：雷雨作解，君子以涉过又罪。什么意思？求事业运程，准备就绪，则应立即行动，不可拖延。所往必有功利，但且勿贪得无厌，应宜宽宜和，应宽宥罪人，与人为善，方能兴旺发达。先生掌握警察局，手握一方生杀大权，更应小心慎重。杀气太重，则于己不利呀。多谢指教。你属水，命里与土相克，正所谓水与土仇，所以你不可与属土的人结怨。在这里，我可以给你一点提醒。
凡是姓名里有带土字的，你都要善待。那这个党字呢？党字里不也有一个土吗？尤其要注意这个党字。你从特工部到警察局，不正是由于党争所致吗？与党相争，于己不利呀。还有，对于姓党的人，你要宽容为本，慈悲为怀，切不可与之为敌。大长，多谢指教。告辞。先生，我都照你讲的做了。这是给您的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就当是给自己积功德吧。道长，道长，先生还有何事？你刚才说我掌管警察局，手握一方生杀大权，你怎么知道我去了警察局？这都是我算出来的。你可真是神机妙算。无量天尊，多多休息呀、啊！我们家老范到底去哪儿了？两天都没见他人影了。这个我真的不晓得呀。看来我得回去看看了。哎，不行，家里不正有警察等着你呢吗？你这回去不正好给逮个正着啊？阿香姐，既然你都知道警察在找我，你这里我不能住了，要不然会给你带来麻烦的。瞧瞧你讲的，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虽然啊，我不晓得你是做什么的，警察为什么要抓你？
怎么样？今天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不许唱了，闭嘴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。闭嘴！抱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抱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不许唱了！闭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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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，中华民族到了。哎，田阿婆，你谁呀？哦，我是康小姐的朋友，我叫阿香。哦，你是康小姐的，小声点。啊，那个范先生和康小姐去哪里了？警察局的人正在找他们呢。哦哟，我就是想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晓得范先生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啊，范先生那天出去以后就没回来过。那他也没有说过什么话呀？没有。那是一只细长的手指，是范伟臣的。康子琴明白，范伟臣一定是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，他是为了救自己。康子琴不能坐视不理，他想到了谢逸夫。范伟臣被警察抓走了，他们正在对他用刑，你有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啊？我就说他是个麻烦吧，叫你离他远一点。你看，果然出事了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他是因为我才卷到这个事情来的，他现在出事了，咱不能不管。他不是我们的人，被抓顶多是打一顿，不会有事的。没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今天我已经收到了一根手指。我帮你打听打听，但这事急不了，你还是抓紧时间办自己的事儿。记住，名单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。
怎么样？已经有了吗？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急死人了！何小姐，明天还得麻烦你去一趟家里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。又见面了啊，还是你老奸巨猾呀，你是老畜生。哎，田阿婆，是我阿香啊。哟，是你啊，我正愁着怎么去找你呢。找我什么事情呀？今天早上又有人姐，有消息了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是一根手指，不过这次不是范伟臣的，手指短粗，康子琴对自己爱人的手是再熟悉不过的了。冷建平简直是疯了。喂，你不要这么频繁地和我联系。